嘿嘿，今天要去溜冰，要去后海，然后现在大概是不到一点了，然后这会儿趁着人不多，希望人不多吧，就过去买了个票，80块钱的综合场，可以玩那种冰刀，也可以玩狗拉雪橇，狗拉雪橇好像要额外付钱。嗯，我们能还那个小冰车好像。这是书吧？你做攻略了？对啊，我也是查，认真查了一早上。也是行。走喽。到了，太阳好好。然后现在要去滑冰车，滑冰刀和滑冰车还不在一块儿呢。啊，滑冰刀和滑冰车不在一块儿，我们今儿滑。就滑冰车在这边，滑冰刀在那边。啊，嗯，我也想滑冰刀。我的速滑技术如何体现呢？走过来走过去，一直徘徊在原地，你看着我，看着你，转过去。跑车10分钟失败，都被抢，刚跑的都被抢。这样的冰车不玩。这位鼓手已经打出了一定的自己的节奏。